余香凝、麦子乐呢日出席电影首映礼，日前是 Jennifer 的27岁生日，佢约埋好朋友陈思恩、邓咏瑶一齐喺酒店影咗唔少性感嘅闺蜜照嚟庆祝。Jennifer 大爆靓相嘅背后，原来一啲都唔简单。辛苦啊，因为得一个脚架、一个相机，跟住就要我唔使跑，因为我生日，咁我两个朋友就跑，同埋都几震撼嘅、那个场面，因为我哋讲紧系可能浸紧浴啊，或者系有啲攞张被笠住个身，所以啲幕后花絮都几好睇。咁Jennifer 今年嘅生日愿望系咩啊？今年生日愿望希望即系人人身体健康，咁同埋就希望工作可以好啲啦。咁我话今年系帮身边嘅人许愿嘅，所以希望你系搵到一个好嘅伴侣。系啦，我嘅好。成日都问我介绍噶，我冇见到我妈都话好靓。我真系冇。今日我就带咗我妈嚟。系啦。咁我就真系话俾佢听，喂，你好靓喎，姐姐。姐姐，家姐。系咯。